我突然发现，我怎么觉得这一个晚上朦胧都没怎么说过话，这是为什么？我都在听大家说话。不行。不行吗？请你用歌声说出你内心想说的。用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？你的视线是谅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我逆着光，却看见。那是泪光，那力量，我不想再去抵挡。面对希望，逆着光，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。太好听了。你怎么会这么多歌的？而且你唱这首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是吧？对啊。所以好吧，以后只要我看你不说话，你就一眼你就知道你要开始唱歌了。涛姐就 cue 我唱歌是吧？